会啦，会包你啦。哦，你赶时间了，赶时间你去外面倒包啦。哈哈哈！讲笑的，哎、欸，啊你人，人一个人包几三十包你嘛？哎、欸，阿明阿进来，阿进关时间咯、喔，用你上进的速度，哦、喔，用你吃奶的力量，还用上进的速度包啊！来，你叫人别看卖钱。阿进来后边，你还去追条，到遐你包啊！试一下看卖一百块。哦，来了，好好，你来买啦，真正足香的啦，我袂来白啦，一包到尾一个，好好卖一百块。来。再来一个啊！最后一个，好好，一包无啊？你讲无要弄啊？哎，最后一个一包到尾一个，没有了，一百块。谢谢，那就这样。结果到了现在用卡拉拉的拉出去啊。原来我还早、哦。你们在上面，小玉没弄，不是？哎，叫小玉啊。小玉西瓜。阿玉啊。小玉。我痛痛，阿伯好未啊？阿玉啊。二十几包包起了，你赶时间了。我痛阿伯啊。阿伯啊，会包起了。哦，你赶时间了。我时间你去外面倒包啦。讲笑的，哎、欸，啊你人，人一个人包几三十包你嘛，哎、欸，阿明阿进来，阿姊赶时间咯、喔，用你上进的速度，哦、喔，用你吃奶的力量，还用上进的速度包啊，来你叫人别看卖钱。阿姊来伫后边，你还去追条，到遐你包啊。人要来啊，来帮我叫人别看，别去叫人别看我清楚。有人要洗碗无？哎、欸，多利鱼你有看啊？这多利鱼这无饲的哦、喔，这得用煎的用漂亮活动哦、喔。哎、欸，鱼啊嘛，又来豆腐哦、喔，餐厅一袋出来三百几块呢啊！破，要收啊，我无钱啊，一袋出泡泡去三百几块啊。这几块鱼啊嘛，又来豆腐，三袋一公斤，一千两。一千两。五个人计开钱，钱开钱嘛，你买袂着。我免让你开先开八百，这鱼啊嘛比刷鱼还有上先开钱先赢，三百好啊。等下啊，一包搁送互你吃啊，一包搁来啊，一包搁送你啊，一包搁你啊，一包搁来、啊，来五个人加三百块，多余三百块啦，三百块，谢谢，收起来了。我好啊，我来找你有兴趣无兴趣，啊，等下有兴趣出来你会来，好、哦，阿妈讲你无兴趣，他妈你搞啥子？这无意思，来收起来了，直接收了，来，准备来咯。有人要食这无？日本料理专店我无好笑的，哎，当地美工厝阿姨。花五百给我包啊！我讲你是包买过来，讲买个银那个鹅肉干，这啊，这面包车，这是季节，季节的好啊！哈，这过年的大菜，这凊彩去不了，你寄一包给阿姨啊，五啦，两包一个五百，五百四百，那我们你相信我一个，开三百的好啊！这包块上给你吃，三百块虾大只，三百块的好啊！来三百上面吃面包车，这上好吃的哈，三百块，三百块我们吃虾啊，三百块的，三百块，拢有啊！谢谢阿弟阿多，感谢各位，你包买过，你相信我一个，我甲你讲哦。阿姨，啊你是阿雄，我甲你发五百，你钱哪好啊？伊讲哦，我顶礼拜甲你买一百，啊吼，特别囡仔孙啊学老家，啊今日甲你买五百，你唔好买过，你试看卖一百咯。来一百块，上面试试看看，你唔好买过，先买一包鸡脚，我买一百块，一百块咯，谢谢收起，收起。过来，刷你要加加买者无？啊，有人要食鲍鱼无？刷你上面食。这只大袋，这只高，这就用吹哦，吹手指、吹泡泡机来用吹啦。来五百了，五百块。这两袋哦，你，这三袋哦，你，这四袋哦，你，这袋搁减送你，一个人给装包，装包你的，开五百了，鳕鱼五百块，五百块了，五百块，五百了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三百了，小家庭那买三百，七只块买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小小家庭中国买三百块没关系。好、哦，吃不了你怎样讲？好、哦，你不讲我嘛唔知。三百，咱支付啊，无买三百没关系，三百嘛是买五百嘛是买。哦，三百块买来无，三百块。哇，我那个大，我那看到无啥，我那吃不了。你在礼拜拢来？嘿，我买物件吃吃少哩，吃不了。火锅庄啊？哈？火锅庄就是。火锅庄就是。是啊。夜锅庄啊，火锅庄。火锅庄啊。火锅庄，我同学啊，伊嘛叫火锅庄啊。你爸爸呢啦？是会改名啦。你是李金刚啦。火锅庄啊，要做这拢嘛改名。我那坐你行人墙嘛，叫火锅庄，是啦，伊底下很行，迄个大灯人墙啊。行人墙咪叫土白啊。哈哈哈！哎，有人要食一包鱼翅鸡无？这鱼翅鸡上好食啊！这一包两斤哦，这煮好一只四百几块，这两只煮好八百几块，两个人计开钱，上千开钱先赢，八百六百五百拢免，两个客人三百唔免啊，鱼啊五六，两百五鱼翅跟鱼啊五六啊。来，好食啊！这鱼啊五好，这一包上好食，鱼啊五上面鱼翅跟。大家。包过来都无啊，咱两要食白带啊。啊行，啊起起来，我见啦，起起来，吹啊，插插鱼啊。有人要食白带鱼无啦？白带干啦要吃？来头前要开钱啊！来白带要吃。三百嘛免啦，两百啥要吃啊？白带鱼啊，白带要签啦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啊。
200块，人要吃白带的无？200就好了。200人要吃白带鱼哦，真正咧足香的哦，下子也香香哦，200就好了。200块，人要吃白带无？200，四个人加招五个就好了。招五个人加啦，买200就好了，买200就好了，来啊，我来讲啊。你要买我就甲取药去啦，真差味啊！来啊，加量无加钱啊，取药欢喜，来啊，再搁送你，老大只啊。免考虑遮济啊，买白带免考虑遮济啊，再搁送你，再搁来，再搁来，再搁来。来五个人加落啊，拢免考虑啊，5个人啊，200都包括。来了没？你阿姐有得吃啊？老大姐啊，无事啊，你凊彩落啊，200要吃无？200要吃白带无？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。啊，无你收。真好听，是。有人要吃牛筋无？春节拢无啊。你牛筋啊，搁唔买就无啊！咱的牛筋我来讲，互你食到会 Q 啊，食到会爽快。哈，这牛筋你甲炒西洋芹，这我炒一包二啊五，二啊五加二啊五偌济？300了啊！一个啊！300互你啊，4包啊，5包你买袂着，正好食牛筋啊，7包过来6包啊，300最后一个上面是牛筋，这等下甲炒西洋芹上好食。300最后我来讲，你买袂过，你会惊你试食看卖，200了。来牛筋200试试看看，200，牛筋200，咱要食牛筋200，来切落去，咩菜啊去食？要拜拜，到底要不要处理啊？那你过来要吃啥？要吃牛排，要吃干贝无？牛排、干贝有人要吃无？牛排客起来，牛排我一个买七块嘞，剩无几块啊！哦，真正剩无几块啊！来要吃1200啊！来嫩煎牛排要吃1000，1300要吃。我牛排你甲煎5分熟、6分熟，一概你会调哦。啊，来，麻烦油火有人加看者，油火有人加看者，少油火有人加看。我再讲一届哦。这种物件全台湾省足侪人咧卖，你唔管伫地买，你要甲煎到全熟，你伫地买拢同款，无得食哦。吼，这种物件你要煎全熟，你伫地阁买啥物外好的牛排，煎全熟是无得食哦。5分熟、6分熟，我来讲加落规地拢百只，我讲来含含在食几届啊，食到唔食啊吼，食到规内底迄5分熟、6分熟，甲切落规个百只拢流出来，规地牛肉软心心，你甲食看卖，看咱是安那牛肉卖甲真好，1000。这外口3分熟，行一地出来就399啊，这地行价就过1000啊，2地予你啊，3地予你啊，4地你买对买，点钟啊你嘛买袂着，对无？这地阁送你啊，开1000，1000就好啊，来1000我坐，遐坐。收啊，无啊，没有，两个尔，最后两个无啊，你唔好阁收啊，真正无啊，我又未十，一十个以后，1000了。好啦，好呀，真好呀，我走去啊，包过了，1000。哎，最后一个400了啊，500都无啊，食袂了，买400，没有，包过了，我给我，给我，400包过，其他500全部袂了了，哦，40地拢无啊，40地拢无啊，来个来要食啥？要阁食迄啊？还等我化尿呢？人点的啊？啥物事啊？来，小雪先来哦。小雪先来哦。上点的，之前端上来。来，这小雪哦，细碟蒜哩，这是要用煎的啦啊、哦。来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来要食这个细碟蒜哩，用煎的上香300了啊。300块，300块你食看嘛？哦，你食看嘛？这个细碟足侪人学落的，来这拢送你，安尼啊，紧啊，300块。两斤外的蒜泥啊，300了，给两个煎啊，300。啊，你啊，拄啊买块大地用炊，即块用煎啊，芳。300块要食鳕鱼的无？来者。来，谢谢包括。来，300块要食无？300。最后两个300要食蒜泥拢无啊？最后两个客人刚好要食300。谢谢。谢谢。来。来。来，那帅哥讲伊买8000，你甲收钱200了啊，200。这肉今仔要吃200，是甲扣起来好啊，200了好，安尼两斤哦，两斤啊，再搁送你200了好。甲人加1000啊，袂走的。对后壁，后日啊，下日啊，来。肉今仔200，拢有人买啊。谢谢，辛苦。来啊，过来，你要吃啥？我来看，你要吃啥个？我家己来杀过去。拍来，我来讲。推落去。为啥物？客气啊。哦，想我吃客气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剩下的没有，剩下的来就到他去。来，原味哦，这原味的哦。哎，爸爸讲完，给一包去。拢无啊？搞屁啊！有人要吃爸爸讲完无？300几啊？五百？一边两个人加钱加起来拢无啊？100了。爸爸讲完100块，100块，100，够要吃？爸爸讲完100块，你几个？最后一个无啊？爸爸讲完最后一个是100无啊？来啊，平啊！我打个，啥咧无啊？中包，包包输几条？只包个系你落底好。来我包。
人要食云尾鸡腿无？即完毕的哦。你想哦，是咱我要卖完毕的甲雷锋，有的人就最爱食雷锋，有的人就爱食完毕的，就袂爱雷锋味。啊，即规支鸡腿拢爱起骨的哦，啊，规支拢爱起骨，爱死骨，200咯。两支鸡腿、三支鸡腿、四支鸡腿、五支鸡腿、六支鸡腿、七支鸡腿哦哩，这三支鸡腿我减送你。十支鸡腿拢我哩先加钱先命，200咯。200块上面只腿盘，200块落啊，200块。来200上面只鸡腿，200块，200块落，200块。来200块要只腿盘无？这吼原味腿盘，200块要只200块。唔好买过100块试食看嘛，100块落啊，100块。来一个啊！唔好买过，要100斤食看嘛，没关系哦，100块。好，两个。100斤食看嘛，好食你刚刚买200，我见吼，来100帮卖吼，100块。100块要只腿盘无？100块。还佫一个。来只。收钱我下一个，好啊，啊无你会当收啊。啊，佫话着同个佫用反顶，多好啦。阿姊个面色有气质啊，你欲爱啥物？看袂佫食啥？但我今仔到时我袂歇困哦。月亮代表我的性格啊。拢无啊，这月亮虾饼啊，这用煎的上好食啊，这免钱啊，伊这我这叫这拢一包两袋啦。啊、哦，这内底拢碳四酸辣酱啊！啊、哦，这两包四袋、三包六袋、四包八袋了你啊！200了啦，去紧了啦，200块够买只 A 量虾饼嘛？200了 ，A 量虾饼好吃要赔你200块，100块上面只100块，100块，100块一包，100块上面只100块，食袂了你买一包嘛？给100块，来只 A 量虾饼100块，100块够买只 A 量虾饼啊！100块，来只。100块，要是月亮虾饼，还买一百块，100块。兄弟，必师傅100万，手头他给，头前没了。我等下要先下台一鞠躬哦，你唔爱买，我要下台。你要先甲你话一下。